想吃麻辣香锅的，不要再点外卖了，在家自己做麻辣又过瘾。水开下入爱吃的丸子，煮熟捞出，配菜也煮熟捞出，油热下葱姜蒜干辣椒，加入一包麻辣香锅底料，炒出香味，倒入煮熟的丸子和蔬菜，翻炒均匀，塞上芝麻和葱花就可以开吃了。